你合等我嚟封啊！我乌鸦钉啊！你来了，又来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重打呢個都唔打得，跪住喺地下，打得呢個，俾你着傷啊你！Thank you.
说会来巡查，看看现在谁的，看看哪个场地没有，马上。就到墙上了，我毁的呀！他妈又不来掉头。然后什么？他叫我们要我买那刀放在车上面，以后都有刀。
春啊，唔知嗰啲 pizza 有烏鴉擔過咩？我唔知啊，邊個？我三個應該冇，有一個擔個劈咗啦。其他冇打開曬。有幾個？有幾個咪一盒仔？幾比幾啦？唔係未打完咩？特别冲上去那个，冲上去冲过，然后就被个球压到自己身上了。打下完了。你分怎么样？我很想赢，觉得我比赛前面输的太惨了。啊，前面输的很多啊。没事没事，这个东西没有一次两次就能。但你知道就有这个方向了，哎，你就慢慢就越打越好。对对，关键是。每次打一次就有点进步，每次有点进步啊，慢慢就。没有，我前面他输，就是那种带一感，那个球感，现在没有找到，没有那种。后面好了，好一点，后面。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那个打第二场。哎，好的，没事。哎，前面还有一场，就争取下一场打好一点，好。不要，你只要下一场打，前面一场打的好，就行了。如果要是这块有人多的话。
市政府有批准，如果这有课程或者是有一些比赛，他们会优先。不要说了，我们喝酒。
Thank you.
家跳了一下就不行。小白说话了没？